嗨，灯好像太亮。晚上好。我吃了。谢谢奶茶，没有，就是，我这个头发就是接的就会这样子。我吃的 KFC，像老大爷吗？还好吧，嘴巴也没什么颜色。不冷，我开了空调。掉色了吗？好像掉了，也好像没掉，我也搞不清楚。我头好大。就远看不大吗？就这个头，是有点蓬松过头。放点音乐吗？我刚把投影给关了。谢谢光仔送的气球小熊，谢谢奶茶。眉毛红红的，是因为我这里刚刚养口，就是挠过的，没关系，一会儿就好。对啊，我喝的矿泉水。没有啊，就是普通的玻璃杯，因为比较暖和。谢谢奶茶。谢谢数字姐姐送的皇冠，谢谢你。没有喝雪碧，很久没有喝碳酸饮料。谢谢奶茶。瘦了吗？不知道，最近这几天又没有量体重。也没有失宠，就是少喝吧。一喝我嗓子就会不舒服，最近嗓子特别特别难受。就算了，我还买了2块巧克力，到现在都没有吃呢。我最喜欢吃的巧克力。对，因为里面有那个脆脆的那个酥酥的那个东西，所以比较好吃。对，有一点点干，但是没办法，我戴眼镜就不好看。坚果碎，不，我不喜欢吃有坚果碎，它里面就是那个米，那种脆脆的米，但没有坚果。头发多可以接啊，你接了也跟我一样。对，我讨厌吃坚果，坨坨在自己房间里，我一会儿还要去看看他。对，士力架我就不爱吃，齁甜，然后还有坚果。自己头发长到这儿，除夕没回来。
但是我还没有跟什么瑶说呢，没跟没事，算了算了。Money 在家里。谢谢烫手的小板砖送的皇冠，谢谢你，谢谢。谢谢你，谢谢巧克力。我今天眼睛都变成单眼皮了，看到没有？好吧，是那一双，就是我平时眼睛一直会变成这样子。也没肿，就是我现在已经消肿了，但是我平时睡醒了就会这样，然后我这样就正常。就是他双的不对。皮肤不好。他是因为有这个开了这个，这叫什么？我近视，鼻子过敏了吗？没有啊，你觉得我哪里有问题？没有感冒，习惯了。那考试加油！谢谢石美丽送的皇冠，谢谢你，谢谢谢谢。我没有化妆，但这种东西有美颜，所以没有关系，没有什么区别。昨天睡得还好，昨天挺冷的晚上，说实话。马老师夸我进步了，为什么？马老师看我跳舞了吗？我们昨天换了新的被子，但还是觉得有点冷。说我不摸头了，什么叫摸头？撩头发，哦哦，对，我以前很喜欢撩头发，在头号新闻刚开始的时候，首演，我巨爱撩头发，当时被骂了。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老是撩头发，好像就是因为头发老挡脸吧，因为我那个时候头很贴，然后头发老挡脸，就是这样。就跳一个动作就这样，那我就撩啊，你不能这头发就这样吧，然后就被说了。后来我就，所以我首演的时候我把头发扎起来，结果巨丑无比。现在我还是会撩头发，因为头发是真的会挡脸，但是没有以前那么频率那么高了。我特别讨厌喷发胶，然后上一次不是比较就是跳前面的位置嘛，然后我就怕头发老挡脸，我就喷了好多发胶，发现是真的有用的。但是我还是一如既往讨厌喷发胶，以后还是不会再喷。推荐有啥吃的推荐？没有，我不怎么出门。你可以问问阿星。啊，晚上好。
喝的热水，45度的热水。我喜欢吃经典的汉堡，就是最经典的汉堡。是我跟农艳萍一起想，奶瓶，开头是我想的，就是那个公主那个画面是我想，因为我就是觉得，我比较喜欢看动漫嘛。我说，当时我就说，我说是不是有点太中二了，逃不出动画片了。我就截了一个白雪公主的那个一帧画面给她。对啊，是灰姑娘，但是我们三个的那个幕布不一定就是要那个嘛，你懂我的意思吧？不一定要在一棵树上吊着，你可以就是各种穿插。谢谢数字姐姐送的夜蝶，谢谢。这个月还会有公演吗？好像没有了，我们队好像没有。谢谢一罐小茶送的权杖，谢谢你。谢谢奶茶。想看我跳夜蝶。对，要去拔河。谢谢在下阿乐送的夜蝶。谢谢英文榜唇膏，没涂，忘了。还有吹风机、电风扇，不是吹风机，说错了。谢谢应援棒。我现在有点冷热冷热的。是的，是的，我没有化妆。感觉每一次，下次我的标题就写没化妆。我已经写过，对，后来我就觉得有点没必要。谢谢深海的孤独送的夜蝶，谢谢。我好想拍那个抖音的那个红红的那个东西，你们看过吗？我只就是，但是我看了好多人都拍了，就不想拍了。就是我单纯喜欢他那个 BGM， 就是那个背景音乐配的还挺，就是挺有那味的。
下次吧，我没有化妆。对，我很久没有拍抖音，最近既没有拍抖音也没有拍照，我也不知道我在忙什么，就是对拍照失去了欲望，我也不。以前我都会想要拍拍照啊，发发微博，现在直接把这件事情忘记了。我之前有跟那个姐姐说过，啊不，妹妹，有跟那个妹妹说过，完了之后呢，她就说她太忙了，最近也没有怎么搞这个事情，然后我就说好吧。然后他就当时他就发了我两张新的照片，就是我不是发的那个微博嘛，就是那个和服的。其实他比我大了，但是他喜欢别人叫他妹妹，我就叫他妹妹。谢谢巧克力。他不会忘，谢谢 CUMULONIM 看不到送的夜蝶，谢谢。我要说啥来着？对，他应该不会忘的，因为我之后还想找他拍视频呢。对，他后来又不去，你怎么知道？是我说的吗？不是我吧，我应该没说过。啊，好吧。能拍。男子高中的日常没看过，看过一个开头，没什么兴趣。但是我看过女子高中生的日常，好像是叫这个吧。但是我也看了开头，没什么兴趣，因为它跟另外一个有点像，就是有一个动漫叫什么，反正也是三个女生，不是日常，就是三个女生，巨搞笑。就女主有就是有金发，齐刘海金发，假装自己是外国人，然后叫什么来着，我忘记了。然后结果后来被爆破了，不是猫眼三姐妹，对我近视，也不是青衣少女，就巨搞笑，还有一个黑发的双马尾，也很滑，就是反正就是忘记了叫什么，哦，对对对，游戏三人娘，建议你们去看一看，真的很好笑，我跟我姐姐一起去看的，然后我推荐给沈慕瑶，我当时还跟她又看了一遍，嗯。看过，没看，我对柯南没啥兴趣。那我基本都看过了，就是有一些没看过的也都听过。放首歌吧，当是腿了。我最近这个电脑啊，真的是800年不用了，一直积灰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处理它，也不想带回家，就怕哪天我要用。为什么一定是推荐三部动漫？为什么不是四部？为什么不是五部？一定是三部。电脑怎么？
诶，不对。天哪，你们不会听我打字的声音能听出我的密码吧？开个玩笑。我登录一下。我扫个码，等我一下。我的脸是不是有点红啊？耳朵一直都这么红，嗯，当然付费了，谢谢 MM777 送的夜点。好像还就是为了听他这个歌花了买了个什么币，看什么看耳朵吗？Why？ 你们这看自己有点。这首歌很好听吗？不比汤哥好看吗？是直拍吗？直拍还得去微博上面看。谢谢。看不到后面的字。噔噔，乌鸦心，凉 ，OK， 谢谢凉姐姐送的皇冠，谢谢。哎，打了个缩写。就看有人出 cut， 小声一点，我只。快没电了，因为我没有拍呀，所以我就没有发呀。
好热，我是突然有点热，因为这个电脑太烫了，因为我是那种游戏本，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它这么烫。说到这个电脑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买的这个游戏本嘛，我一次游戏都没玩过，就基本上都是我给别人玩的。本来我之前是我姐姐推荐给我玩这个，你们不要这样，我话讲不下去了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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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只是觉得话讲不下去了，有点尴尬。我接着说完吧，不然我真的有点尴尬。因为我姐姐之前推荐给我玩一个网游，她跟我说可以赚钱，就是，反正就是她跟我说买什么东西买什么东西，等到她之后，等如果你抢到了，她就会就是最后会暴涨，就可以赚钱。那个剑三，他赚了呀，他的游戏的那个角色都很贵。然后当时呢，懵懂的我就觉得自己应该可以赚大钱，我姐姐就说，我送你多少多少多少，就是它里面可以充嘛，她说我先送你这点，你帮我抢到的话，就干嘛干嘛干嘛，就是如果之后。它涨高了，我就给你把这个钱分你一半。我说好，这么好的那个，我都不用自己掏钱，我只能帮拿电脑帮他抢一下，就是这种好事谁不干呢，对吧？结果我一个都没抢到，还头晕，对。因为我是真的会晕 3D，就是晕这种游戏，我一玩我就想吐，一点不夸张，我是真的想吐。就不继续了，听歌吧。没睡。好热，真的热。可是我把空调关了，我又会冷。土豆不在。
把声音调小。我没有刚睡醒啊，我耳朵一直都这么红，就是我皮薄，就是我耳朵皮比较薄。我也在考虑要不要出门，因为放松一下心情，但是呢，看情况吧。我另外一只耳朵就还好，对啊，我没有脸红啊。 MC 哦，我想出个远门，想去暖和的地方，暖和的地方。我找姐姐，姐姐肯定不会来欢迎我的。我想到我表妹上次说要去找姐姐，我姐姐说我假装不知道。广州，谢谢元宝。其实我想去云南，可是好像这个时候去云南也不是很好，就一个人去会蛮那个。对啊。哦。我想去那种就是风景很好的地方，我从小就喜欢看风景。青岛我之前有去过，打了个卡就回来了。四川啊，我感觉四川跟重庆差不多，这是我感觉啊，因为他们都跟我说四川跟重庆差不多。出国去日本，现在不能去啊，如果能去的话我早去了。去日本可是我儿时的梦想，等疫情结束了再去。我现在想想我真是没有赶上好时候，电脑也要没电了。就是我以前想去日本的时候一直都想去日本，然后那个时候没有疫情，但是呢我又太小了，很不方便，然后家里人也会比较那个。现在的话年纪可以了，对，长大了，结果疫情不能去。我看动漫会就是会说一些动漫里的日语，但我一般不说，因为我觉得有点尴尬。这是角度问题。其实如果我一个人的话，哎，
想想。他好像回来了吧？还是他又去了？应该是回来了。他在日本上学，找好静怡，其实我一直想去西安玩，看看那种就是景点什么的，但是后来想想还是算了吧。去了也不能拍照。也不是说去了不能拍照吧，就是那种景点，比如说比较有名的景点就不能拍照了。乌克兰那蛮远。对，他真的是乌克兰人，你没听过他在公园上讲过乌克兰话吗？乌克兰语。就好近那个伏地魔真的给我笑到，前天了。就突然讲讲 MC， 突然笑死了。我看了那个鬼畜，蛮有意思。电脑没电了，你不听。手机也要没电。充个电，是吧？谢谢姻缘棒，画质很差，那怪不了我，去怪大王。你说让他把这个口袋升级一下，怎么能画质这么差呢？我啥也做不了，我最多给你擦擦屏幕，给你擦擦镜头。但是我已经擦过了，那我没有办法。谢谢姻缘棒。谢谢巧克力，谢谢音乐宝。什么奶？扇形不是，我是内扇形什么意思？不懂，就是像扇子一样的双眼皮吗？那我应该不是扇形的，应该是这样子很深的那种。
但我不是，我就是普普通通的那一双。狗狗眼，哎，其实我一直觉得我的眼睛是上吊眼，狗狗眼不是应该是往下的吗？但我是上吊的，两边都有泪痣，对啊，也不是，这个算泪痣吗？也算吧，这里还有，这个不是。就是，不觉得我的眼睛眼尾是往上长的吗？我姐以前总是说我眼睛是上吊眼。沈梦瑶的眼睛就是狗狗眼，就非常的圆，就这样子。你去接个头发就多了呀，接个头你也能拥有很多发量。谢谢奶茶，实在不行你就去可以垫头发，头发也会看起来很蓬松。或者你倒着洗头，然后再倒着吹头，然后再把它倒回来，你的头也会很蓬松。对啊，就是你把头倒着洗头，一般人头不是这么，我是这么洗，就是如果说这里有一个吹，那个花洒，这里有个花洒，那这个就是这样子下来洗的。然后呢，你如果你倒着洗，你就得把头这样倒下去，然后把头发都倒下，他说什么？头发都倒下去，然后那个花洒这样子冲下去。就是你弯一下腰，对啊，我很讨厌就是这样倒着洗头，因为你倒着洗头，那个花洒的水就会从脖子这样流到你的鼻子里。对，但是，对啊，有些人就不会，但我一洗就是绝对会流到鼻子里，好记忆就不会。对啊，我是仰着洗的。可是下腰洗头就是跟你仰着洗头是一样的呀，对吧？你的头发还是往后的，如果你下腰洗头的话，你就是你脑子里面想一想，是不是这样？我在理发店倒是躺着洗头了，其实我觉得就是在理发店跟，下腰洗头差不多的一个那个，只是理发店有个东西撑着你。对对对 我只是在说那个你怎么样把头发洗蓬松。对对对对对，我特别讨厌那个按摩仪式，显得我像个老人，就是 就是之前就是人家就是会给你按那个东西嘛，问我要不要，我说我不需要。完了之后，他洗着洗着就开始给我开始按了，他就觉得我不好意思说我需要这个东西，但是他按完了之后呢，我又不好意思说我不需要了，因为他按都按了，我说我不需要这个，然后他还在给我洗头，就很尴尬。然后我就是整全程洗头一直特别硌。
而且还会痒，就是你们背，你就是这样子揉一揉，你们会痒吗？反正我会痒死。就是我的背特别怕痒。就是，然后别的地方就不怕。哎，真是的，你们怎么还是听见了呢？我还把手放在了肚子上。对，可能我吃太少了吧，又饿了。有鞋推荐吗？没有。华为，哦，不对不对，那个，匡威，哎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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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啊，回力，说错了，回力。看到个三星，笑死我 说错了，不是匡威啊，别买匡威，那个回力，但是回力你就是，哎呦，就是你得买一个，就是你得去店里面试，因为我小时候穿回力，老是把脚磨破，就那个回力的鞋贼硬。我不知道它现在有没有升级，谢谢奶茶。就是一穿准磨破，谢谢谢谢玫瑰花，差点说谢谢回力，哎呦我的妈呀，但我什么都没说。但是就是回力，我不知道它现在是什么价格。我有一次在网上随便搜一搜回力嘛，它只要100多块钱，就是我不知道它是真的还是假的，还是它就是这样子。那它的成本岂不是更低？突然想到这个，因为我跟你们说，我姐姐她以前买过一个鞋子，就是她以前是在那种路边买的那种鞋子，因为太便宜了，她就是只穿了一次，但是她又买不起，就是正版，她就只能买一个假的，就是正好路边她看到，完了之后呢。他就回家穿了1个星期左右，他觉得把鞋穿脏了，完了之后他就自己去洗，结果把鞋洗化了，笑死我了 就是太便宜了，真的就是洗化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坏，因为那个鞋好像就要十几块钱。哦，好像就是纸鞋，我忘了，好像就是拿纸做的，忘记了，就是那种比较难搞的那种，就是那种纸吧。真的真的，我姐跟我说好像是拿纸做的，反正她就是洗化了。对啊，我想纸鞋，我以前我妈妈以前还给我买过一双透明的那种板鞋，
现在也流行，应该也有流行吧，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还蛮潮的。对，透明的板鞋，就是你在里面得穿袜子，就虽然穿什么鞋都得穿袜子，就是你这就是因为它是透明的嘛，你可以换各式各样的袜子，就相当于你每天都有一双各式各样的塑料透明的，就是彩色的鞋子。然后我妈以前经常给我买彩虹袜，我就一天一只，就是一天一双彩虹脚。但是呢，这个袜子有一个雷点，就是比如说你小孩子跑步啊什么东西的，就是你会出汗嘛，然后就是热也会有水蒸气嘛，完了之后我的鞋子里面全是水珠。真的，然后我的袜子就湿了，然后回家我的脚都泡白了，然后但是我妈还是坚持不懈的给我穿那个鞋子，她说下雨天可以当雨鞋，还很漂亮。真的。但是后来我有一次在那个淘宝冲浪的时候，冲浪到真的有，就是又有人在卖这个鞋了。房间空调声啊，穿这个上班就不必了。真的，你的脚就像在那个鞋子里面针一样。对，我一个人在房间。我忘了，可是小孩子的话，一般是没有这种的吧？就是你只要讲卫生、勤洗脚，就不会 那个。谢谢巧克力，对啊，我小时候就是我妈妈会给我穿一些就是比较，不是那个年代的审美的鞋子。我经常穿彩虹鞋，经常给我买彩虹的鞋子，还有那种镭射鞋，那种金的镭射长靴，我印象特别深刻，我超喜欢那个鞋子，在过年的时候，就已经提前了3个月给我买好了过年的新鞋子。然后。就我告诉你们，我过年的穿搭，那一年的穿搭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一个贝雷帽，上面有一个闪亮亮的那种反光蝴蝶结，上面还有那个贴钻的那个英文字母，然后反着戴。我妈说正着戴像小偷，然后就让我反着戴。那个时候我还剪了个短发，里面呢穿的是一个高领的毛衣，中间有一个。那个全是那种铁片，那种反光铁片的那种珠珠，粘在那个上面一个小熊，外面呢穿着一个那个马赛克的那个马甲，想想就想笑，那个时候叫马赛克，就是黑白的。然后下面穿了一个那种下面的穿搭我给忘了，好像是那种黑裙子吧，那个紧身的连袜裤，然后一个镭射的金的镭射的长靴，然后我还在那个马路边的一个类似于竹林一样的地方拍了一张照片。
有照片。照片在，但是我放出来了，就会被嘲笑的。哎，我发过吗？不记得，应该没发过吧？这么丑的照片。对，绿毛衣，因为是我觉得自己也会觉得比较好看的一套照片，就是小时候的照片，别的都不太能看，就是我的颜值巅峰了，已经是。真的呀，我姐姐之前就说，说我长残了。在我小学的时候，说我长残了，说你小时候多可爱呀，长大了真的就残了。我感觉这个话我好像之前说过，现在他不说了，但是他现在对我的颜值不发表任何意见。就其实也蛮好笑的，我以前就是上小学到来就是来这儿吧，一直都是尴尬期，整个脸就是肿，好肿，这辈子没这么肿过，就是真的是就是肿。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我跟我爷爷长得很像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爷爷也有两个大眼袋。但我就觉得很不公平，为什么他年纪这么大了才长，我年纪这么小就已经长眼袋了？然后前两天，哎，这都能听见，真是的。前两天我爷爷，也不是前两天，前段时间过年回家的时候，我们就说眼袋这个事情嘛。我就说，哎呀，我已经有点眼袋了什么的。我奶奶就说，你有什么眼袋呀？奶奶都没有眼袋，就是他们对眼袋这个东西就是没有什么，就是不知道眼袋这个东西具体长什么样子，他就觉得自己没有。然后呢，我就说奶奶，其实你是有一点的。我奶奶就说，啊，真的吗？然后拿出镜子照一照。我爷爷非常自信地说，拍拍自己的胸脯说，爷爷就没有。眼袋这种东西真的是要早睡早起。完了之后我说，你就别说了，你眼袋全桌人你是最大的。然后他就说啊，真的吗？真的，我爷爷眼袋巨大，长在这儿，然后凸起来。啊，有苏大强那位了，真的。我的肚子又叫，笑不出来。把手机拿远一点，你们就听不见。好了，他没事儿了。我到35分就跟你们说拜拜吧。干嘛去？睡觉。开玩笑。但说实话，最近睡觉对我来说，怎么讲呢？挺好的，因为你睡觉的话就是不会想什么事情，醒着你脑子里面就会事情特别多。
睡着了你就啥事儿也没有。明天上学，加油，好好上学。睡着了在想我，那就醒来，看看公演。好的，一会儿吃什么？一会儿吃，不知道，没想。一会儿先吃水果吧。推荐的卫衣啊，我已经很久没有穿过卫衣了。我也没有推荐的卫衣，你们有推荐的卫衣给我吗？哎呀，真的是已经是，干嘛让我穿那个小米的那个标志上面一个什么？小米是 M 吗？桌上没有小米的东西。哦哦，让我穿一个 MI。好土啊，穿个苹果，我都已经想象了。像这种就是这种牌子的那种衣服，感觉就是被做出来的话，都会做出那种紧身感，就是又小又紧身，然后一个那么大的那个 logo，是吧？我以前叫精神小伙，现在我不叫精神小伙。其实我以前叫精神小伙，是因为我在网上看到有个人很有意思，他说点一个精神小伙，就是他拿那个打火机点了个火。就这样，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，我就觉得，我要把我的名字改成这个。对。然后我现在改名字是因为，我觉得叫小王有点土。然后呢，我当时也不知道要改成叫什么，我就想到我以前的 QQ 名字。我以前 QQ 名不就叫一吗？我以前有一个 QQ 名叫一的平方，还有一个 QQ 叫一，就是一是我的小号。对啊，然后我跟自己的小号用情侣头像，也没有头，也不是情侣头像，就是配对的头像，因为一个我不够用，
你们知道吧？就是我喜欢，就是那个那种动漫图片嘛，太多好看的动漫图片了，就一个我不够用，然后我就背景也要换成我自己喜欢的，头像也要换成我自己喜欢的。谢谢一只送的皇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冰果那没有用过，我以前总是喜欢用静音双子做头像。然后以前有个国外的一个双胞胎特别可爱，我就是把他们拿来做头像。情侣的空间不开，开不起，而且那个时候，一个是开不起，还有一个是，叫什么来着？那个时候还没出这种东西，对。对啊，开这种东西不是要钱的吗？那蛮好的。啊，真假的？我不是黄钻，我也不是什么红钻，我以前就是买不起，就是可以，但是没必要，这是我从小就是都知道的一个那个。对，就是穷让我知道了可以，但是没必要，对吧？谢谢一只送的权杖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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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是以前我同学会帮我充。就是他说会送我，就比如说生日啊什么的，只是生日了，而且以前充一个这个好像只要10块钱。是吗？对吧？现在也是，现在这个不太，以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说很值钱，在小学生、初中生里面很值钱。现在的话就10块钱跟1块钱似的，你开玩笑啊，没那么有钱。对，你看现在买一杯奶茶10块钱都不一定买得起，买一个红薯都不一定买得起，真的。就路边那个红薯，人家不是按斤算的吗？就是多少多少，就是按那种秤算的，都买不起。对，红薯真的很贵，奶茶的话只能买那种，就是那种冲的。我到现在没有喝过蜜雪冰城，好喝吗？不好喝，因为我特别不喜欢喝那种就是冲的奶茶，就是很像拿塑料做的奶茶。但是我唯一能接受的冲的奶茶居然是香飘飘，可能小时候喝习惯了，就是那个味道就是已经就是刻入我的脑子里了，就觉得很正常，这就是普通的冲的奶茶味。但是。像那种外面卖的那种冲的奶茶，就是一喝就很明显。就比如说，某家的奶茶，就不说了。
反正我就是从来都不喝他们家的奶茶，我比较喜欢喝一点点的，就是一点点的奶茶，或者是说，没了，别家的我都不怎么爱喝。我一般会喝 COCO 的果茶，谢谢一只送的夜蝶，谢谢。但是 COCO 的奶茶我就不太喜欢了，嘿嘿。耳朵这么红，刚刚被揪过了，有人拉着我的耳朵，直不直播？不直播，我就把你的耳朵拽掉，开玩笑。谢谢烫手的小板砖送的皇冠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我主要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耳朵就是一直这么红，没办法，当它不存在吧。头像的爆炸头。我有两个头像，哎，这种口袋就非常好，因为就是我一个不够用，它还有外面的头像，包括还有里面的背景，然后就是你点到成员的那个，就是发微博的那块地方的时候，那个背景也可以换，真不错。浩瀚宇宙，那个，那是小时候，就是以前比较那个的时候搞，现在早就已经那个。我在说什么那个的，我想到。我们有个造型姐姐特别照顾我，就是她经常说一句话，就是“王毅，我是看着他长大的”，就很有意思。就是我刚出道的时候嘛，她也是刚好来了有刚来，然后她就一直很照顾我。后来她离开了一段时间，她又回来了。他就上公园，他说：“王一，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”他不能接受，笑死了。对，就是这姐姐真的挺照顾我的，就是她，比如说前段时间她还送了我个锅，送了我两个锅。那时候，但因为他知道我刚搬房间嘛，他就问我要不要锅，我说挺好的，那你给我一个吧。结果他送了我两个，一个大的，一个小的。不知道哎，反正就是别人送给你的也挺好的，正好我缺嘛。锅用来干啥？做饭呀。什么叫我是姐控吧？这问题问的，怎么被照顾了就变成姐控了？大家都是朋友，OK？
我拿手菜是什么？番茄蛋汤。是我以前初中，不，小学的时候，小学五年级学的一道菜。就是小学五年级军训的时候学的，那是我第一次下厨，非常有成就感。回家立马做了一道番茄蛋汤给我家里人。现在就把那个水烧开，然后番茄煮开。再倒鸡蛋，再倒点油，再撒点香菜就好了。哦，放盐，放盐。对啊，因为我讨厌吃葱，就放香菜呗，一样的都是绿色的。对啊，香菜超好吃，我喜欢生吃香菜，吃它那个梗根。对，那个葱真的不行，葱我就吃到那个葱叶子还好，吃到那个葱梗根，我会浑身起鸡皮疙瘩。就 现场表演一个，就是吐彩虹，包括洋葱我也很讨厌吃，有时候其实也不是说放在嘴巴里觉得它味道不好，是心里膈应。因为洋葱，葱我是真的不爱吃，洋葱其实我有时候也还好吧，就是心里真的太膈应了。因为我之前有一次团建，我应该说过好多次，吃那个生洋葱，惩罚生就是你输了你就得吃生的洋葱，还得。吃那个凉拌香油拌的鱼腥草，就是这辈子都忘不了那个味道，真的。那鱼腥草真的不行，真的好可怕，就是你不能嚼，你一嚼，它整个味道炸在你的嘴巴里，那个腥味。然后我当时就是没办法，就必须得吃，你知道吧？我就把那个鱼腥草不嚼，直接一活就是直接咽。对啊，没办法。好了，我现在已经有点久，我要拜拜了。拜拜。再见。拜拜。好了，我挂了。